OK， 马自今天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哦，这边叫做木津川车站。那这个车站是大阪市里面南海电车其中的一个站。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因为这个车站的人流相当的少，基本上这附近都每天没有人在通勤，所以被日本网友说是一个大阪市里面车站的秘境。那我们今天就实际来这个车站附近走访走访，然后看看这个车站到底有没有像大家说的这么有魔力哦，像是一个秘境的地方。那这里就是木津川车站的月台底边哦。那我们稍微往月台那个方向走走看好了。我旁边看好像都是一些工厂，大家前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凉亭啊？那边就是等这个电车过来的月台，那相当的小，而且这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年代感的样子哦。哇，上面这个屋顶已经非常老旧斑驳了，那这边还是会有一个时刻表，这椅子也相当的老旧啊，很像那种老式的火车站啊会留下来的一些家具之类的。那大家看一下，这一站就叫做 Kizugawa 木津川哦。啊，上一站是阿西哈拉久，然后前面一站呢是直摩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人烟相当的稀少。光是要坐到这两站的人，我刚看有一点点啦，不过每次下车上车都是五六个人左右。那我现在已经下来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这个车站还是一个人都没有。那刚刚有一台电车哦，反方向的已经走了。这边电车都是两个车厢节哦，一般至少六个吧，至少六个车厢节这样子在行驶。而且基本上电车来的时候不是会有广播声吗？但是呢，我刚刚看到这个电车来的时候啊，完全没有这个 announce 广告看板哦，看起来是相当的老旧，感觉这边好像完全没有人在做一个准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有蜘蛛网啊，都没有人在清理啊。那这边还结了一个很大片的蜘蛛网，但这个车站感觉是过了五六年之后吧，也许很有可能会直接废弃掉。现在这个车站保留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那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车站哦会变成这种情况。站内大概是这样子，我现在要出站了，我到外面稍微拍给大家看一下。火车的话，它好像是十五分钟，很久才来一班哦，真的很特别的一个地区哦。这边依然还是贴着很多海报，出去的话就直接出去了，这边就是竞票的地方。通常这边不是有站务人员吗？可能负责看一下有没有人逃票啊之类的，或者是旅客遇到什么困难啊立马协助，这边完全都没有人哦。这边还有一个可以马上对应的，好像是可以跟站务人员说话吧，但可能是别的地方的站务人员。哇，这边真的是相当的老旧，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看到这边好像有一个铁的本机哦，像是非常以前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铁柜，然后里面已经完全是破破烂烂的，感觉都没有人使用。那我现在在厕所，然后厕所也是跟以前那种超老旧的那种感觉，那个洗手还要转开这个水龙头，一般不是自动的嘛，不然就是用按压式的，相当的这种以前复古怀旧的感觉。那我就稍微出站，然后再拍一下站外的感觉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OK， 我已经出站了，然后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售票口，大概也是长这样子，就是可以投钱售票的。那这比较特别，它有一个乘车证明书，就是说如果这个票券坏掉的话是可以在这边投钱的，然后好像会有一个证明书可以出来吧，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也是像一般的这种小票口那种氛围哦。那上面就是大阪市的这个南海电车他们里面的一些站，那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我现在就是在红色那个车站，叫做木津川车站哦。那这个车站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凋零没落？其实跟这个南海电车之前的路线历史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绿色的线，对不对？那条之前叫做南海高野线。那这一条线呢，起点是从那个高野山开始哦，然后一直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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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然后经过到这个地方呢，再直接下来，然后经过木津川，最后到细涧桥，这是终点站哦，这是之前的路线。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蓝色的线出现，有没有？变得这个是南海线哦，南海线的起点就是从南波那边出来，所以这条线是后面出来的。那出来之后呢，中间这边就被阻断，所以剩下的这一条小的小小的线呢，就变得比较没落凋零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出发都是从这个南波车站那边开始了，所以大概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所以这个车站，我觉得，可能当然目前是会保留啦，不过未来这个很难讲。它这个车站真的非常老朽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油漆是整个斑驳，都掉落下来了。而且重点是最夸张的是这边天花板直接破一个洞，而且洞中有洞，真的安全疑虑当然也是有可能。
能地震啊，或者一些天灾人祸，也是要小心一点。这边还有它的一个车站名木津川駅，哇，这边真的是个蛮特别的地方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外观哦，它的外观就是长这样子，也是非常有那种复古风情的感觉。我稍微查一下，这个车站是昭和15年左右的时间创立的哦，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大概是多少？1940年左右吧，西元1940年创立到现在，也有个70几年的历史。它每天的载客数大概是100出头的人数左右。那100出头人数是什么概念？日本最大的交通转运站南波站，它一天的载客人数是25万啊，所以可想而知，100多人相当的少啊，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可能一个小时才。3-4班左右，然后每班都一个人、两个人这样下车。像我刚目前到现在，我只看到一个人下车。这个车站外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铁皮屋工厂，外观感觉已经完全生锈、斑驳那种感觉，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继续在里面做工啊？那这边有一扇铁门，车站就是在那个地方嘛，就直接走过来。这边有扇铁门，我看网路说之前是可以通过去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锁起来。那里面的感觉有一条小小的道路，然后那边还有一些涂鸦。蛮奇特的，车站的周围真的非常那种异空间的感觉啊，就日文叫做异酷感，奇幻的那种氛围。所以大家看一下，这边垃圾乱丢的很多啊，相当的多。我刚在那边拍片的时候啊，有很多蚊子啊，一直咬我的脚，我超级痒的，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路上还是有一些丢弃的垃圾啊，像这个好像是电视的样子，所以它这边还会有一个。这个广告招语哦，说不法投弃禁止，就是不可以这样子乱丢垃圾啊。但是这边还是非常散乱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可能是日本非常脏的一面啊。一般旅行的人啊，可能不会看到这种比较真实一点、日本写实一些地方。哇，这边垃圾都没有人处理耶，怪不得这边的蚊子啊，然后虫啊，好像特别的多。大家你看。这个是日本啊，所以一般观光客来日本可能觉得日本是个很干净的街道，然后这个都非常的漂亮，有没有？但其实在某些地方还是非常的散乱啊，然后垃圾就乱丢啊，然后都没有人处理。因为就是刚那个栅栏嘛，可以通过去的，但现在就过不去了。车站走出来，这边有非常多土木建设的公司啊，附近完全就是一个荒芜之地啊，相当多的工厂啊。还有一些建设公司这些砂石嘛，啊，前面好像也在施工的样子。沿路走出车站，一直往前走的话，就是有相当多的工厂啊，大工厂啊，小工厂都有，但是有一些也不知道目前有没有在使用啊。感觉像这些铁门啊，有些被涂鸦。不然就是好像有点破旧不堪的感觉哦。那在我前面这个是木津川的水门哦，它中间是隔着一条河川，再过去就是往大镇的那个方向啊。哇，这个相当的巨大。那这边是一个落河下渡船厂啊。那我刚不是说中间它那边是木津川嘛，然后有个水门嘛，那对面的话就是大镇，所以呢，如果你要从木津川这边到对面的大镇的话，它中间是没有桥的，你必须要到这个渡船厂，会有一条船，然后这样子来回去接你到对面啊，或者是来这边啊。因为我之前在越南住的时间啊，很长就有这种运输方式了，因为他们那边桥很少啊，没有说建设非常多的桥、啊，那很多人譬如说骑摩托车啊，或者是脚踏车的话。他们都会到像这种渡船厂的小港口，或者是汽车也可以哦，然后就等待着对面一条船来接他们，然后渡海到另外一头去。这里就是他们的渡船厂了，这边也有写着非常多的一些时刻表啊，然后还有一些海报之类的。那大家就是这样子，然后把脚踏车骑上去，那边有一个船，有没有？然后大家就会在上面，很像运输船那种感觉。慢慢的，等一下那个船啊，就会开到对面大镇那个区域啊。那刚刚坡道上面已经有很多乘客已经下来了，然后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河川我看水质也是相当的干净哦，跟旁边刚刚还有一些垃圾吧，那种氛围不太一样啊。
而且它对面就有很多一排一排的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边还有一个怪手在操作作业者。这边真的很特别，还可以自己骑脚踏车，然后直接坐那个运输船到对面另外一边。而且这边是大阪市，这边不是乡下的地方，尤其是在日本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哦。之前在越南有看到，台湾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哎，如果有的话，做过的经验可以留言分享，告诉一下马之一哦。这边时不时就会有这个不法投弃物的宣传标语哦，叫你不要乱丢垃圾，然后还有24小时这个防范摄影机随时在动作当中，如果有发现可疑人物，立即向警察通知。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晚上的治安也不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哦，毕竟旁边都是工厂啊，然后人烟也比较稀少，有一间很大是在做石灰砂石业的，有点像是砂石厂的那种感觉，哇，很特别的那种风景，平常在市区很少看到这种，有点像靠近郊外的工厂。OK，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木津川车站怎么样呢？那我觉得那边真的也算是个秘境啦，因为人烟非常的稀少，然后车站里面呢也是非常多这些岁月的痕迹，在未来4-5年也不清楚会不会被拆掉，如果被拆掉也是蛮可惜的。那如果你是来日本喜欢这种探险或者是跑一些秘境啊特别的场所，我觉得你来到大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稍微来这边拍拍照打个卡，到此一游。那附近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设施啊，所以完全只是单纯到那个车站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那种异空间的感觉哦。那之后马之一也会再找找看日本有哪些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啊，或者是大阪里面有什么比较深层一点的景点啊，然后再到那边拍一集，然后慢慢分享给大家。